死啊！小粽子，我不准你死！你说过等我几几，你就送我一朵花，还纳我为妻。你要是死了，我就在下地狱，我也把你拉回来。虽然说160年的巨债可以不用还，可是遗嘱也没立，家产也没分，要不全留给我也行啊。想得真好。你醒了。本王快死了，你明知道自己不能强行运功，可你还……本王知道，那你……本王自有分寸。兰儿呢？他无事，只是不知道绑他的劫匪究竟是谁，还能有谁？你是说太后？